点的。对对对，欢迎来到我们文艺新天直播间。好高啊！好大的雨啊！真的，现在你们还听得见我们说话吗？我们在现场听到的雨声非常响。那，对，那今天晚上在颁奖盛典有什么特别的任务？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特别的任务吗？每天都会来到现场。今天受到白玉兰的邀请，非常的激动啊！今天是要来，今天我们带来的是《误入浮华》电视剧，《误入浮华》的新剧的推广，对吗？对。那给我们简单的透露一点点呗，既然推广那就推一推呗。这是一部有着激烈的人物碰撞还有感情碰撞的都市爱情生活职场现代大戏，听着特别像百度百科上背下来的呢。拍的过程是那种愉快更多还是艰辛更多？愉快和艰辛并存啊。愉快吗？愉快，愉快的，愉快的。你们在剧中的人物关系是？我们是。他是我的姐夫。他是我的弟妹。对。行，那祝这一家人的新剧能够在这个观众的心目当中引起新的波澜。在下一次的白玉兰，希望见到你们来入围，好不好？好的。谢谢二位，谢谢，谢谢。